仙姐姐引我到那缂丝中游玩游玩吧，不知可使得？此缂丝中接触的是普天之下所有女子过去未来之不测，你繁衍成躯未便先知的。神仙姐姐，好姐姐，就引我入丝见识见识吧。好姐姐，好姐姐。也罢，就在此丝中略随喜随喜罢了。省中十二冠首女子之策，故为政策。常听人说金陵极大，怎么只有十二位女子呢？如今当我们家上上下下也有几百个女孩子呢。贵省女子故多，不过择其紧要者录之，下边二厨则次之，愚者庸常之辈，则无策可录矣。霁月南方，彩云已散，心比天高，身为下贱，风流灵巧招人怨，受邀多因毁谤声，多情公子空前面。元和这里既无人物，也无山水，更无清静如形容吗？天机不可泄露。枉自温柔和顺，空云似桂如兰，堪羡幽灵有福，谁知公子无缘。再放游去，如此还是不解其意啊。可叹停机德，堪怜永续才，玉带林中挂，金簪
山雪里埋。在此打着闷葫芦，随我游玩游玩奇景，如何？你们快出来迎接贵客，景焕姐姐。姐姐曾说，今日今时必会有绛珠妹子的生魂前来游玩，故我等久待，何故引这浊物来污染了这清净女儿之境呢？今日偶遇宁荣二宫之灵，言说物家虽历百年，那运中数尽不可挽回，子孙故多，论聪明灵慧，略可御成者，竟为嫡孙宝玉一人耳。只是他秉性乖张，望先以声色情欲等事令其警醒，而后可以入正路矣。不知姐姐所方何物？我却闻过好些香，但都与这个不同。此香尘世中既无，尔何能知？此香乃系朱明山圣境内出生异会之基，和各种宝林珠树之油所制，名群芳髓。姐姐，此茶香清味溢，纯美非常，却又叫做什么呢？此茶出自放春山浅香洞，又以鲜花灵叶上所带之素露而烹，此茶名曰千红一窟。好茶，茶好，名字更好。此酒乃以百花之蕊，万木之枝，加以灵髓之培，凤乳之躯所酿，因名为万宴同杯。中不
心书尽梦里，叹人无尽，你终不足几芳心。纵然是凄美曲岸，姐姐，他为何在这神仙境界有这伤心情怀？叫人听了，殊为不忍。这本是人间真情，你若不肯听，也就罢了。不必再唱了。好姐姐，我确实不胜酒力，可否能歇息片刻？敬上帝了。古来多少轻薄浪子，皆以好色不淫为事，又以情而不淫作案。此皆是非眼丑之余也。然无死而如者，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。我究竟不知淫为何物，再不敢当。天下浪子只知巫山之会，云雨之欢，不过令世间女子供我片刻取兴，而你却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，我被推之为异淫。唯心会不可口传，可神通而不可语达。想我年纪尚幼，不过是同姐妹们一处玩耍起坐，我这虚眉浊物，自该为清静女儿多多着想才是啊。我不忍君独为我闺阁增光，故先仅以仙境风光，再将以乳名可亲的妹妹许配。如何使得？这不过是令你领略此仙闺幻境之风光，尚如此。改目前行，留意于孔孟之间，委身经济之道。小明这里从没人知道的，他如何知道？在梦里叫出来。宝玉，不怕，我们在这儿呢。你尝尝这一头汗。佳琪，怎么湿了这么一大片？给你打电话。
这个袭人亦是贾母之婢，本名珍珠。贾母因溺爱宝玉，深恐宝玉之婢无尽力尽忠之人，素喜袭人心地纯良，恪尽职守，遂遇了宝玉。他们都睡下了，还不快换上。这袭人亦有些吃醋，服侍贾母时心中眼中只有一个贾母，如今服侍宝玉，心中眼中又只有一个宝玉。好姐姐，你千万别告诉别人啊！你到底梦见什么故事了？睡着了还这么不小心？哎呀，一言难尽。袭人本是个聪明女子，年龄又比宝玉大两岁，近来也见通人事，今见宝玉如此光景，心中便察觉一半，不觉得红胀了脸面，不敢再问。好姐姐，咱们不如一起说说悄悄话吧，如何？好姐姐，你别应了我吧。好姐姐，你就应了我吧，就应了我吧，别应了我吧，好吗？袭人素知贾母已将自己与余宝玉的，今便如此，便不在话下。自此，宝玉视袭人更比别人不同，袭人视宝玉更为尽心。这年秋尽冬初，天气冷将上来。话说王家有一门连亲之族，名唤王成，因故病之，妻子狗儿遂将岳母刘姥姥接来一处过后。这大半天的哪儿演去了你又啊？这家里到了年下，要是没有个嚼头，都是你们两个败家玩闹的，我早晚打发那个狗崽子，省心。姑爷，你别抻着我多嘴，你说咱们村庄的人哪一个不是老老撑撑的，守着多大的碗吃多大碗的饭。你呀，皆因从小的时候托你们老家的福，吃喝惯了呀，如今所以啊没个把持，有钱了呢就顾头不顾尾，没钱了呢就瞎生气。如今呢咱们也是离城住着啊，总还是天子脚下吧。这长安城里啊遍地都是钱呐，只可惜呀，没有人去拿去罢了。光在家里跳等会子，那也不中用。你老只会在炕头混说，难道让我去打劫偷去不成？谁让你偷去了？这不是也到底大伙儿想法才度吗？不然那银子钱会自己跑到咱们家来？有法子还能到这会子吗？我又没有收税的朋友，也没有做官的亲戚，便是有，他们也未必能现在理我呀。这倒不然，这谋事在人呐，成事可在天。咱们谋到了，看菩萨的保佑，或许有个机会啊，也未可知啊。倒是替你们呢谋了个机会。当日你们和那个金陵王家啊连过中的吧？20年前他们看着你们也还好，现如今自然了，你们拉硬时不去亲近他，故疏远了起来。想当年啊，我和闺女还一块去过一招呢。哎呦，他们家那个二小姐啊，着实的想快啊，会做人倒不拿打，
听说现在是荣国府贾二老爷的夫人，还听说嘛，他最近啊上了点年纪了，越发的怜贫恤老，更爱啊栽赃尽盗，舍米舍钱的。如今虽然是王府升了边任，可这个二姑奶奶还能够认识咱们呢。假若她还念旧，那就有点好处。你何不去走动走动呢？只要她呀发一点好心，拔一根汗毛就比咱们的腰还粗呢。哎，您老虽说的是，可是你我这样个嘴脸，怎样好到他门上去呢？先不先，他们那些门上的人也未必肯去通信儿，没得去打嘴闲事。姥姥如是说，当年您况且见过这姑太太一次，不如明天您老跑一趟，先试试风头再说。哎呀呀，可是说的，这侯门深似海，我是个什么东西？再说，他们家的人又不认识我。我去了也是白去。哎，我教您老爷法子呀，您可以带上外孙板儿，先去找陪房的周瑞。若是见了周瑞，那就有意思了。这周瑞先时曾和我父亲交过一件事儿，我跟他极好的。啊，我也是知道他的，只是许多时不走动了，知道他如今怎么样啊？这也说不得了。你又是个男人，又是这么个嘴脸，自然是去不得了。我们姑娘呢，年轻媳妇子，也难去卖头卖脸的。倒还是我呀，舍出这张老脸去，碰一碰，果然有些好处，咱们大家都有益。便是没银子拿来，我也要到那公府侯门呐，去见一见世面，也不枉我这一生啊。次日天未明，刘姥姥便起来梳洗了，带了板儿进城，找到宁荣街。记住了吗？啊，见了姑太太啊，要磕头请安。要知道问好，嗯。哎，哪儿来的呀？六位太爷纳福，我找太太的陪房周瑞，周大爷，烦哪位太爷替我请他老人家出来一下。周大爷，您老啊，远远在墙下等着啊，一会儿啊，他就从里边出来了啊。好，别耍人家了，耽误他事儿。哎，周大爷啊，到南边去了，他家在后一带住着呢，他娘在家。哦，你要是找的话，就从这儿绕到后街去。哎，到后门上去问。哎，谢谢这位太爷。好，谢谢，去吧去吧。谢谢啊，谢谢。论理，往来客人回话的事儿，却不与我相干。皆因您是太太的亲戚，又把我当个人，投奔了我来，我就破个例，给您回个话去。哎，谢谢，谢谢啊，姥姥，您可不知道，我们这儿不比五年前了。如今太太不管事儿，都是由莲二奶奶做主。莲二奶奶，太太的那侄女，大舅老爷的女儿。小名凤哥的，哦，是他呀！哎呀，怪不得呢，当日我就说他不错来着。如今啊，太太事儿多，心烦，来了客人能推得过去的都推过去了。哦，都是由那个凤姑娘周旋迎带。今儿啊，您就是不会太太，也要会她一面，才不枉啊来此一遭。哎。这凤姑娘，哎，如今年纪不大呀，怎么就这么有本事啊？你别看她年纪小，哟，行事啊却比世人都大呢，少说一万个心眼子，十个会说话的男人呢，你说她不过，就是对下人太严了些个。周大娘，
老太太屋里摆完饭了，二奶奶在太太屋里呢。哦、哎呀，那快走吧，快走，这时候吃饭是个空子。哦，我们先赶过去，坐迟一步啊，回事的人多了难说话，再睡了午觉就更没的时候了。好了。姥姥，好了，进去进去啊，来。姥姥，您快进来。哎，这可不行不行。姥姥，里面坐。来，这边坐，姥姥。哦哦哦，快请坐，姥姥。不对不对，叫姑叫姑叫姑奶奶。啊，周大娘也坐。哎，姥姥您坐呀。哎，快坐吧。啊，好的，不，我不坐这儿，我就坐那儿就行了，坐那儿。二奶奶什么时候下来？看时辰，这就下来了。谢谢姑娘，谢谢谢谢。不，喝一口。不，姥姥在这儿呢。说话呀，说话！哟，老人家好。周姐姐怎么不早说？
秀姐姐，快搀起来，别拜吧。请坐。我年轻，不大认得，也不知是什么辈数，不敢称呼。这都是我才回的刘姥姥了。亲戚们不大走动，都疏远了。知道的呢，说你们气厌我们，不肯常来。不知道的那起小人，还只当我们眼里没人似的。我们家道艰难，走不起。到了这儿，没得给姑奶奶打嘴，就是管家爷们看着，也不像。这话没得叫人恶心了，不过是借着祖父的虚名做个穷官，谁家还有什么？不过是旧日的空架子。俗语说呀，朝廷还有三门子穷亲戚呢，何况你我。回来太太没有？等奶奶的事下。你去瞧瞧，要是有人有事就罢了，得闲呢就回，看怎么说。哎，快给这孩子拿些果子吃。管事儿的媳妇们都到了，等着回事儿呢。我这儿陪客呢，晚上再来回。若有很要紧的，你就带进来现办。我都问了，没什么要紧事儿，我就叫他们散了。太太说了，今儿没空，不得闲。二奶奶陪着也是一样的。多谢你老惦记着，白来逛逛呢便罢。若有什么话呀，告诉二奶奶都是一样的。也没什么说的，只是来瞧瞧姑太太和姑奶奶，亲戚们的情分。没什么说的呢，便罢。如果有话呀，只管回二奶奶。和太太是一样的。论理儿，初次见姑奶奶，却不该说。不过呢，大老远奔您来了，少不得就说了。今儿我带了你侄儿来，也不为别的，只因为他老子娘在家里连吃的都没有。如今天又冷了，越想越没有盼头，就带了他奔你老来了。你爹在家怎么教导你的啊？打发咱们来干啥来了？别搁这吃啊，来说说呀。东府里的小大爷进来了。婶子，我父亲打发我来求婶子，说上次老太太给婶子的那架玻璃炕瓶，求婶子借了，略摆摆就送回来。这是我的侄儿，你说迟了一日，昨儿已经给了人了。婶子若不借，又该说我不会说话了，要挨一顿好打。婶子，这就可怜侄儿吧。也没见你们，我们王家的东西都是好的不成？你们那里放的那些好东西只是看不见，偏我的就是好的。哪有这个好啊，婶子，只求开恩吧。若碰坏一点儿，你可仔细你的皮。平儿，拿了楼房钥匙，穿几个妥当人抬了去。是。我亲自带了人拿去，别由他们乱碰。不知这位姥姥可用过早饭了没有？啊，这一大早就奔这儿来了，哪有时间吃早饭呢？快传饭来。哎，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已经传了一桌客饭，在东边屋里呢。周姐姐，好生让着些，我就不能陪了。哎，请。哎，姥姥这边请。刚才太太都说了什么？哦，太太说呀，他们家原本不是一家子，不过同一个姓，当年又与太老爷在一处做官，偶然连了宗的。
不过这些年也不大走动了，当时也来过一回，咱们也没让他空手回去。今儿既然来瞧瞧咱们，是他的好意思，咱也不能减慢了他。便是有什么说的，叫奶奶裁度着就是了。我说呢，既是一家子，如何我连个眼儿都不知道呢？喝点水，顺顺顺顺。多谢姑奶奶款待。哟，且请坐下，听我告诉你老人家。方才的意思，我已知道了。若论亲戚之间，原该不等上门就有个照应才是。但如今家里杂事太繁，太太呢又渐渐上了年纪，一时想不到也是有的。况且我是近来才接管些事情，都不知道这些亲戚们。啊，是是。二则，虽然外头看着烈烈轰轰的，殊不知大也有大的难处。说与人听也未必信吧。是，我也知道艰难的。如今你既老远的来了，又是头一次跟我张口，怎么好叫你空手回去呢？可巧昨儿老太太给我的丫头们做衣裳的20两银子我还没动呢。你若是不嫌少，就暂且先拿了去。这像俗话说的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平林怎么着，你拔一根汗毛也比我们的腰粗啊。快把昨儿那包银子拿来，再拿一吊钱来。这20两银子暂且给这孩子做件冬衣吧，若不拿着就真是怪我了。这吊钱雇车坐吧，改日无事只管来逛逛，方是亲戚们的意思。天也晚了，我也不虚留你们了，回到家里该问好的就问个好吧。阿弥陀佛，姑奶奶真是功德无量啊！来来，给姑奶奶磕头，来谢谢姑奶奶。来，过来。哎呀，
王夫人话，不想王夫人却在薛姨妈那边说话。见王夫人和薛姨妈长篇大论的说些家务人情话，不敢惊动，遂进了里间。周姐姐，姑娘好，快过来坐。哎，姑娘啊，这有三两日没见你到那边逛逛去了，怕是宝二爷冲撞了你不成？哪里的话，只因这几天我那种病又发了，所以这两天才没出屋子的。哦，正是呢。姑娘到底有什么病根啊？你该趁早请个大夫，开几剂药方子，认真的吃上几剂，一是除了根儿。小小的年纪做些病根儿，那可不是玩的。再不要提吃药了，这些年为这病请大夫吃药，也不知白花了多少银子钱呢。凭你什么名医仙药，从不见一点效。后来还亏了一个秃头和尚，说专治无名之症，因请他看了。他说我这是从娘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，幸而先天壮，还不相干，若吃寻常药那是不中用的。他就说了一个海上方，又给了一包药沫子做引子，一香一气的，也不知从哪里弄了来的。不过倒也奇怪，吃了他的药倒是笑眼些。哦，姑娘说的是什么海上方啊？也说出来让我们也记着，说与别人听听，倘若遇见这样的病人也是行好的事儿啊。不用这方还好，若用这方，真真把人琐碎死。偏白。